今日请坐。即摆阁刷落去，吼、哦，咱来看，即、这个人叫蒋松辉啦，吼、哦。蒋松辉是蒋渭水的囝，当时蒋渭水安怎来阻止日本政府在台湾公开发行鸦片？啊，该。日本政府的统治单位，啊，甲议会讲拢无效，拢无效就等一天，为即个日本的电信局，吼、哦，暗时差不多8点的时阵，迄寡不英语的人哦，日本人哦，拢走啊，啊，剩哦，干来会晓拍 A B C D 哦，2个字母的。诶，人哦，伫遐镇守，啊，就摕张电报，会拍。啊，迄阵就是叫即个蒋松辉，蒋松辉迄阵17岁，吼、哦，17岁啊去发即个电报，即、這个电报就发去倒位，发去日诶欧洲瑞士、瑞士吼，诶，即个国际联盟。就是即摆联合国的前身啦吼，讲日本人在台湾公开贩卖鸦片，哇！即、这个指控去到瑞士国际联盟，嘿，那会使公开卖即个鸦片？吼、哦，专派一队人来台湾调查，吼、哦、啊！即队人来台湾调查，啊！日本人要安怎应付伊？日本人应付的方法就是叫一个吼、哦、文学界真有出名，吼、哦、啊写台湾历史的连横个叫做连雅堂啦，哦，啊连雅堂写些文章出来，伊讲哦台湾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，除了勤俭拍拼以外。嘛是受到福寿膏对鸦片啦，诶帮衬啦。咱台湾到今日的经济奇迹，啊，按这篇文章发表，日本政府和林亚堂300块袂少钱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啊，林亚堂迄个时阵是参加一个私下。哦，叫做绿色，一个木，啊，一个快乐的乐，哦，这才叫做绿色了吼、哦。啊，这绿色讲，啊，咱的会员出个一个出卖台湾的利益的人哦，该赶出去，不爱回他们，他们这个绿色来对做会员，好、哦，啊，都这个。连亚堂吼、哦，全给我赶出去，啊，赶出去啊，走倒去，伊转去中国，吼、哦，去山西，住在窑洞里面。尾就即因囝吼，连振东吼、哦，生一个囡仔，即个囡仔叫做连振，所以连振出生吼、哦，含着金汤匙出生哦，迄湖北国。因老爸干那存300块来呀，啊去呀啊，含着什么金汤匙？金汤匙是到台湾做接收台湾的时候喏，哦，因老爸哦做接收大员，用土堆放好一大堆，占来占去，哦，所以这哦，这个，即马这里这张相片，蒋松辉哦，即马已经90几岁啊。1930年6月13日，
甲台史政纪念日6月17日，吼，变作台湾民族拜祭纪念日，就是讲咱拍牌，就是讲过去咱讲台湾光复节，实在是唔对啦，是台湾沦亡节才对嘛。台湾去由中国去管哦，那个只有打败仗的战胜国。中国是什么国？刚战胜国，打败仗的战胜国。伊在甲日本作战都是中央的，打战拢话输啊，但是伊来统治台湾，伊徛在战胜国的立场，所以我发明一个名词：打败仗的战胜国。啊，这大概一听就哎清楚，哎，这个是中国，哦。所以哦，就会最因提出，那是民族拜祭纪念日，所以要废除一切庆祝节目，啊，第三届中原大会，这是民众党，啊，民众党的领导权和蒋渭水派。掌握着，哦，啊，地主资产阶级这派的人哦，林献堂、蔡培慧等，哦，完全脱离党的实际运动，哦，啊，伊这个林献堂、蔡培慧，愈来愈向保守的反对政治活动。啊，这蒋渭水集合一万人签名，对总统府提出建议，到啊1930年12月，哦，蔡培慧等干部16名退出台湾民众党，所以这个党哦成立，到啊这个党哦分裂。即、这个即款的情形，大家爱注意。咱即马以后讲到一个政权了后，即款的代志一定会发生，哦，啊是发生大事，啊要安怎去处理？哦，1929年即年，台湾农业组合、农民组合，哦，嘛受到日本建设的掠。啊！台湾文化协会因为有反对台南废弃墓园的运动哦，嘛真侪人去用掠去。这个民众党哦，有声有色地推展一系列活动哦运动，譬如地方子弟改革促进运动。反对西进此政啊，这个改要改做此政，替就是廉耻的耻啊哈，耻替政纪念日啊，反对总督府评立新任命运动啊，反对真侪门，反对鸦片新特许运动啊，嘛个即个无下的事件哦。公布出来，哦，因为武侠事件哦，除了日本派飞机哦，伊去飞机把这个有毒气的物件哦，压落去这个原住民的所在，哦，揭露绿色事件，哈，吸收转到道警分子，以一致的步调领导台湾民众。达到大众政党的目标，但是民众党伊按你咧做，日本政府看见，必须嘛该禁止。第三次中原大会，在1930年1月17日，哦，来举办，蒋渭水等民众党的领导者为了。撤退
进行农工阶级的为基础的全民运动，搁爱对抗地方自治联盟的攻势，所以再次召开中央委员会，哦，并且秘密方式把这个修改案送到各地，宣示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进行审议。军委会领导下的民众党，通过劳动者、农民、釜山市民甲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的立场来修改党纲。爱党纲修改，就是讲争取劳动者、农民、釜山市民甲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的政治自由。哦，今麦咱要个。加在咱还阁一个美国政府会使去控诉，哦，迄阵你伫日本的统治下，干那用对日本控诉来俩，哦，拥护劳动者、农民、釜山市民的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的日常利益，啊，日常利益就是讲，gas 无起价，吼，电力无甲你起价，哦，这是这叫做日常利益啦，吼。努力扩大劳动者、农民、釜山市民的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组织。哦，伊就讲，这组织爱较扩大。哦，啊，纲领是通过农工阶级为中心的民主革命。直接吼，这蒋委水已经为地下分子招来农工吼的阶级，通过劳动者、农民。釜山市民为主角，哦，啊，和釜山阶级的人哦，看因做酌情啦，哦，所以安尼时阵哦，林献堂、林佑春辞去顾问之职。1931年2月18日，伊召开第四次的大会，参加的人172个人。有李友三做书记，啊，人民会长、副会长，但是明明知影会场中间有穿制服的警察，真侪人在监视，但为了追求自由的民众党，党员在会上无管政府的暴力，公然决议通过该纲领等修改案。这本书哦。最近有，台湾的这个内政部长要抓人，结果有10万人出来讲，我给你抓，啊，到底是啥人干呀？哦，这都是当时发生的代志。日本警察30多名，哦。弄一个会场，哦，啊，手提劫色禁止令，哦，把台湾民众党列为非法团体，啊，对蒋渭水定一群人，哦，逮捕16个人抓起来，和全台湾20个民众党的支部解散，安尼，干那成立3年7个月的民众党都结束啊！蒋渭水是其中的思想的指导者，哦，这就是民众党3年7个月，哦。蒋渭水因发起一个迄个联名抗议声明，哦，这抗议声明写呢，台湾民众党虽然死去啊，但是台湾人依旧存在，只有专制政府存在一天，解放运动啊依然存在一天，哦，对此，即便日本。官员违背立法的立宪的精神，哦，
啊，无重视结党自由的人民的利益的代志，台湾人大众一定起来反抗。那是因总督府这种无力的条件，因唤起大众的建党意识。民众讲，虽然死，但是也无遗憾啦，吼。台湾人的解放运动，敢若靠知识分子的阶级、优产阶级，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啊！台湾人全体自由，拢爱依靠劳动者、农民、捕山者、市民奋斗才会实行。我等哦，当前的职务乃是战线统一，期待早日达成解放运动的目标。大多咱讲着鸦片。鸦片安怎甲高温18瓦有关系？台北要去宜兰这条路无路啦，无路。但是日本人哦，无路都无法度征服，因为伊大炮无法度炸来。你若去山区的时阵哦，伊甲你一个下一个，日本政府都会输嘞吼，所以伊就真要。要开始做一条要通去宜兰的路，都为新店，即摆新店行，大家卡定边那边一路，经过高雄18瓦到宜兰，所以伊用个鸦片，头一个首尾，就是即个地区的领导者。这个是一个清朝的官员，以前不做个清朝的武官，咱高雄市长叫做陈菊，还叫做陈秋菊。陈秋菊是达波的，伊摕着钱，全哦，即寡钱哦，有一寡伊的，一寡都散去各地，各地伊的下骹的人，大家拢有通生活。有鸦片人买，都有钱人赚，所以哦，日本政府干那开这块钱，国减开这条路爱20万纽银，好，20万纽银，好，你去开发，所以这条路拍通，这条路拍通了后，这台湾北部都无个抗日的迄个要跟你拼的人。这样，下人功劳第一，郭政府，郭先生，这是郭先生的建议，郭先生对和日本人哦，国家赏金嘛，郭先生还佫一步，严，武侠书家，这个。莫那鲁道美秀奈自杀，伊咧甲日本人捡，日本人放迄落毒气弹，伊嘛无咧惊，但是美秀伊发现山路登去，伊无法度去海边啊去提盐来，无盐人若无盐会死啊，所以美秀规家口啊莫那鲁道拢死。这是雾社事件，这个盐吼，盐的总管理都是辜显荣、郭先生啊，郭先生的后代是郭进富了吼，等等，所以咱来怎样讲，过去，你若工作什么代志对，会防恶露的，还是做唔对，防骂的哦，过些时间拢会扑出来，这是。爱甲各位交代者，日本人所惊的民众党的原因，毋是干那阶级斗争，还是民族运动？而是民族运动甲阶级斗争同时进行的时阵，民众党伊是真。多真强的民族解放运动，有力同
动摇日本的国策，吼、哦，一家民众党这款物件，吼、哦，这是有真强的民族解放运动，吼、哦。为创党以来，吼，拢有蒋渭水的影，吼、哦。啊，蒋渭水是台湾民众党的主要催生者，可是总督府吼、哦、分化政策的主要障碍者，吼、哦。这甲这个和这个民众党哦，停止，吼、哦，停止。哦，跟蒋渭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！啊，这段是为黄煌雄、蒋渭水段，哦，诶，一篇叫做《台湾的先知先觉》，哦，来对抄出来。这个我伫这个网站哦，有发表100多万字的台湾历史，哦，啊，互你抄落免钱，互你登录也免钱。为什么那样做？就是爱让台湾人了解台湾人的过去。台湾人的过去不是参照国民党讲的，吼、哦，爱钱、惊死、爱民粹，这是国民党的言论。啊，其实后藤新平一来台湾，哎、欸，感觉那台湾人那提德国倒菜刀都要给你下。啊，就是台湾人唔惊死，所以伊去调查一本书下出来，叫做《台湾旧惯调查》，旧的习惯的调查。台湾旧惯调查中间，吼、哦，把台湾人分做两种，一种是台湾人，一种是长山人。啊，长山人爱死、爱钱、惊死，个爱民粹。哦，这是讲长山人，但是迄阵日本人甲长山人看做台湾人之一，哦，台湾有两种人嘛，吼、哦，一种长山人一个是这本地台湾人，啊，咱即阵会分别嘛是同款，咱有本土台湾人 ，people of Taiwan， 啊，另外一个一个 people on Taiwan， 住喺台湾顶头的台湾人的人。People on Taiwan， 啊，这个是 People of Taiwan， 所以在日本时代都已经有分出来啊。民众党在这3年7个月为台湾人民做什么代志？第一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台湾人组成的现代政党。台湾人在日本时代，哦，对自己的政治人物产生信心，所以有真诚的依靠。哦，组织20000人的台湾工会总联盟，对抗强势的殖民者，领导反对鸦片运动，对国际联盟控诉。哦，他都有讲给蒋松辉17岁的时候。都上电文去，和、哦、日本的迄个电报公司，由电报公司上电报去水洗，哦，啊，揭露日本人用毒气，哦，来台武侠事件、武侠运动，哦，啊，转到巡回演讲会，唤起民众。咱即马较无往个全岛巡回演讲会，因为咱即马有电视、有电脑，要传消息真紧，哦，一下都拢传出去。但是蒋渭水哦，要就死去，哦，伊在做运动，不幸在7月患了伤寒症。啊，第一个1931年8月初5，
七点，哦，四个，享年43岁。台安平在做，台安平即马在即个延平北路，哦，延平北路有一间鱼米，哦，鱼米饼店，即间厝就是以前蒋渭水的台安平，哦，哦，啊，真侪人。纪念这个蒋渭水，啊，伊的遗言，吼，伊的遗言是啥？台湾革命社会运动已经一个第三期，武昌阶级的胜利迫在眉睫，你们就来。那外青年同志需努力奋斗，啊，各位同志要加倍团结。积极援助青年同志，为同胞解放而努力，实所指望，伊所希望的就是这挂。后来，大家尊称蒋渭水，就是台湾人的救助。啊，伊要出兵哦，叫做大将、大众仗哈，这个以前的仪式不相同哈。八月二三再去八点半，哦，啊，伊蒋渭水先生的这個大众仗在台北市筹划过永乐座，哦，有这伊的这永乐座有。蒋渭水的遗像，哦啊，两边有写“精神不死，遗训犹在，大众甘城，解放豆浆”，哦啊，甲真侪挽联呐，哦，大义受大名，生去大安作嬴政，死埋大直，大梦谁先交？众民归众望。公平众志以成城，力排众难，众罪均独行。5000个人来，哦，啊，迄阵拄啊落雨，落，哦，即个电波有200外件，哦，啊，10:30雨停。啊！迄阵天大落雨，啊，这是落雨的镜头啦，吼。这大概是在筹划过一带哈，延平北路一带哈，因为人拢有背影嘛，这影就是讲这是有水滴的哈。啊，有也一些送葬的一队哦，有80名。公有社的青年护林，啊，啊，个有80名的青年来整理队伍，啊，音乐队600声音，哦，敢那在行军的，哦，啊，四个人一排，哦，啊，公有联盟18名，往个北极，哦。啊！民众党同志刚壮、雄壮，一般市民在后边拢总5000人。行到天主堂的时阵哦，天降大雨哦，啊，大家啊拢无管大雨啦，继续行。哦，这是大众仗，大众仗啊。哦台湾人哦，蒋渭水的墓碑哦，这有伊的遗嘱啦吼。蒋渭水有彻底性和不妥协性的热血男儿，哦，一生为台湾奋斗，
啊，嘛北向掠十外遍，吼、哦，所以有人往过台湾人的救助来俄罗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蒋渭水的大概了吼、哦。日本人惊民众党的原因，不是干那标榜阶级斗争、民族运动，一的单一目标。啊，是民族运动的团体，是民族运动甲阶级斗、阶级斗争同时进行的统一战线。民众党是真严的民族解放运动，有力来动摇日本国策。日本人吼对蒋渭水的评语哦，相当吼，感觉这个人是真可怕吼，相当爱注意。为创党甲党禁哦，拢有蒋渭水的影。哦，蒋渭水不仅是民进党的主要催生者，也是总督府分化下临盆时的主要障碍者，又是寄生的民进党主要指导者，以及被禁时的主要关键者。这种的关系，和民进党跟蒋渭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啊，伊临终的遗嘱是台湾革命社会运动已经就来第三期啊，釜山改革的胜利迫在眉睫。啊、哦，凡我青年同志吼，需努力奋斗，故同志爱参加，啊，国爱团结，努力支援青年同志，希望为台湾同胞解放而努力，实所志望。这是蒋渭水啊，这种图嘛是蒋渭水的一个遗言。好、哦，即嘛你讲另外一项代志。劳工运动，吼、哦，就是你爱知影讲一百年前咱台湾人是安怎组织劳工运动，迄时阵会使互你组织劳工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会使袂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爱知影，这是后期文化协会指导下的劳工运动。在劳工运动方面，竭力对于台湾劳动大众进行政治宣传，好、哦，基本上具有民族的仇恨。在文化协会领导下，有发生事件23件，有一个叫做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，哦，连文清在1927年。三个成立台北机械工会，吼、哦，取得文化协会的力量来上早来做台湾的劳工运动。伊是甲这台湾民众党的蒋渭水并肩作战，啊，相互竞争，全都徛在劳工的利益立场来组织劳动工会，吼、哦，所以民众党。蒋渭水甲劳工运动吼，哦，这个连文清的台北机械工会，哦，拢徛喺劳工的利益，哦，组织劳动工会。连文清哦领导下，后期的文化协会甲全岛机械工会，哦，成立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。出席的人有78人，工会代表、来宾，哈、哦，有谷物真雄啊，这就是日本人啊，文化协会的会员14人，哦，啊，旁听的150个人，哦，啊，杨天信做这议长，哦，啊，一挂人做书记，哈、哦，啊，通过联合会的纲领
约归口号。这是连文清哦，伊组织台湾基海工会哦，这得1928年，说算讲三矿年啦，啊，过70年八十多年前的代志哦，啊，连文清。啊，成立台湾基海工会，成立是连文清做组织吼，台湾总工会跳板啊，啊，要去扩大工作组织，台湾总工会啊，啊，往个台湾基海工会联合会、台湾土工工会、台湾工友协助会、台北印刷工会、台湾自由劳动者联盟，吼，各个团体。邀请了25名的工会代表，伫台北市洪来阁讨论，吼、哦，统一性的新团体组织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连文清作为这个大会的议长，这种相片即、這個、哦，这间厝即卖应该也阁伫个了对，市外去唔知也阁有伫个无，哈、啊。对啦，我不要去市外去咧，嗯，哦，啊，这是洪来阁，哦，啊，伫伊外口，大家翕相，虽然无法度顺利产生总工会，但是和劳工群众。革新，哦，敢那高雄铁工厂、嘉义营林所，吼、哦，立华纺织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真侪事件，吼，接二连三发生，吼、哦，到个新竹事件、台南基地事件，吼、哦，发生后，连文清、王明川干部向抓去，吼、哦，如此。文化协会遭受无情的打击，因此文化协会所领导的劳工运动啊，不得不息鼓了，都无通拍继续在办戏啊！吼，但是劳工运动逐渐转向于民众党蒋渭水的领导旗帜之下，这日本人抓劳动者吼，但是这个劳动者。等到招来，就会水一边，哦。啊，即马讲起高雄有一个事件，高雄铁工厂罢工，哦。因本来都有台湾基海工友会，会员160个人，哦。啊，一个前野洋辉工厂。哦，500多人，拢总600人，哦，这个台湾高雄台湾铁工厂，哦，第四个吹气，哦，用个业务不正，哦，不正的理由，个王峰免职，王峰免职，啊，和600个这个工休会员哦，决议要求和。黄峰复职，啊，咪都爱成立工会，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不然，阮即挂人拢辞职，吼、哦，啊，到4月初6，伊这是4月初3组织嘛，吼、哦，啊，4月初6过几工啊，尔，100个工人提出辞职。啊，另外一个120个人，第4月初7，哦，开始罢工。台湾基海工会甲罢工的资讯，对转到有业团体报告，寻求支援。第7日，台湾农民组合、东港支部组合员
吼，十日台北去海光辉，吼，林清海，吼，连文清，吼，赶来支援。吼，第12号，十二号，甲铁工厂的八工工人一起向厂方提出5项要求。哦，第一，成立台湾工友工会，哦，成立这个工会，取消罢免，好，取消罢免，支付罢免期间全部工资，罢工的时阵哦，的工资嘛都要付。解雇哦，一定要能够给整个来预告啊、哦。对解雇的员工，应照年数支给退职金，哦，定期公休也在支付工资，哦，提出一寡要求出来啊、哦。但是这个时阵哦，厂方无接受，哦，啊。再将罢工的人，拢总113个人，拢总解职，哦。所以文化协会甲农民组合发动全岛农工团体，开始伫各地进行罢工，哦。这就是本来是一个人的案件，即马扩大到规台湾拢这个物件。参加动员罢工的有台北城本协和能登哦，这一大堆啦吼，21个单位参加的人数是1433人。哦，进一步，嘉义市财部哦，机械工100个人啊，等等啊，黑车头的人力车夫嘛响应罢工。啊，即卖在讲另外一项代志，就是讲立法抨击在1928年4月12日，甲工作时间延长20分钟久，这个问题甲工人产生争执啊，吼，哦，啊，4月21日，会社诶台湾工人起来响应罢工。但是这个罢工准备不够，工人意识不强，所以干了4天就结束。啊，我可以最高，厂方因为是细汉的原因，真细原因，哦，甲一名员工解雇，哦，啊，所以第5月19日，佫开始罢工，第二次的罢工，啊。第二次罢工，和工厂停业，啊，其中200个人在街路上严刑，和日本警察抓去22个人，所以当日100多人集合在台北市太平町，哦，抗议，提出成立工会的团体，哦，要求罢工的工人全部复职6项要求，但是拢。向拒绝，警方配合会社斗争，吼，哦，啊，让罢工结束。你各位知影讲，这一百年前，吼，哦，70、80年前，咱台湾人都有这个工会的运动，吼，哦。但是爱知啊，迄个时阵，这个日本政府也阁是讲道理的政府，吼，哦。啊，国民党政府是无讲道理的，2018独立白色恐怖的掠起来拍死。我即马讲一个，蒋渭水的小弟叫做蒋渭川。2018的时阵，这大家唔说哦，这中国人都唔是日本人咧吼，哦，啊那看到人就枪都偏落去。蒋渭川哦，有一日伫厝诶，安那有人来弄门，啊弄门诶声，一查讲啊，即大概国民党来，所以蒋渭川哦为后边门走，啊伊走了后，因查某囝开门，一开门，中国兵啊都甲蒋渭川
诶，查某囝拍死，即声都该拍死。好、哦、啊，蒋渭川走路，好、哦、啊，买酒七遍八遍，他叫蒋渭川来做一个内政部长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无法度，这拢乖乖派啊。好、哦，伊该各个差真多啦。哦哦，那就按这样这个阶段。好、哦，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吼，唔知道都位有比较详细知影无？咱吼、哦，这个台湾的迄个农民运动吼、哦，在日本时代吼、哦。都开始，吼、哦，农民运动就是上重要的因素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满清政府吼，规矩甲日本政府的规矩差真多。满清政府的规矩就是讲，山林地区，吼、哦，竹啊、树啊，叫做公共财，袂输吼，亏来对河吼，下人诶。亏来对河是公共财，是大家拢会使去掠的。哦，啊，山顶的树呐，大家拢会使去采的。但是日本政府唔是安尼哦，日本政府都爱甲山林嘛过分化得真清楚。啊，就是你拢无人有证明讲这山里的吼，啊，拢变作日本政府的。哦，这日本人还够土地。在满清的时阵，土地哦，你怎啊讲有二十家的土地啊，真大片。但是要政府要来个扣税金呢，你报十家，哦，十家哦，啊，政府干哪干来扣十家的？啊，即摆换一个政府来，换一个日本政府来，啊，你有几家？十家，哦，啊，地多位啊，给划出来，啊好，啊，这你的，啊，剩十家哦。变政府的，哦，而且就是无同款政府哦，迄处理代志态度无同款，所以哦，顾显忠、郭显龄哦，本来是罗汉卡啊，哦，啊，即嘛哦，日本政府想伊，伫鹿港地区都想伊四百家的土地，哦，这就是两个政府哦，无同款，啊，满清政府。甲这个山地一吼，拢、哦、叫做后山啦。后山花莲叫做后山，后山选举嘛吼，迄、哦、选举花莲市长后山选举，后山嘛包含台东，嘛包含卡马兰就是即卖宜兰啦，哦，宜兰嘛是后山啦。所以这个，因为因吼、哦，满清政府干那要占哦良田的所在，有开发的所在一占着，啊变伊的，吼、哦、啊无开发的，无咧知道，吼、哦。第1874年发生牡丹虾事件，牡丹虾事件就是讲牡丹虾的人看到琉球的和平。被将因的土地的时阵哦，都开攻击吼，啊有几个人死去，啊日本政府专哦派人甲满清政府讲，你哪会使杀死我的人啦吼？伊讲满清政府讲，你也毋是毋知，迄叫做化外之民呐、啊，我管袂了啊吼、哦，你要安怎从你就安怎从，结果日本政府。就派3600名兵，为车城登陆，为车城登陆，啊，就甲这个牡丹虾的迄个人哦，落去战，战半年，日本兵死12名，哦，啊，这边牡丹虾死几名，无统计，12名。但是哦，去有网啊订着哦，
死吼差六百名，吼啊，拢总有一半的人吼，就是讲1,300,500名的时候，3,600名就1,700的人吼破病未见的，啊，日本人来打这个台湾的这个原住民，等到无赢咧。哦，啊，真艰苦的时阵，这个日本哦，满清政府各提50万的钱银两，给日本政府，后你走，哦，啊，大家日本兵赶走，其实日本兵在台湾待了真无爽快，哦，安尼好，今日讲到这，感谢各位。请起立。今日，各位请等一下吼，先请坐。我只有一件代志要宣布，就是今日暗时吼7点的课，晚上7点第九节课，原本是中华民国的零与一亚福夏的主席演讲，跟明天早上的第一节课。连休闲，世界因你而改变，这两节课做对调。好，啊，还没有领识别证的过来我这边领。好，谢谢，下课10分钟，谢谢。